詹维中取经失败，杨伟怪现场音不嗨。哎，你这个太离谱了！哎，我哪那么多？哎，我这个这是方便采取，这个哎，好方便采取。我这个就是我一年的量，你搞这个。命理师詹维仲跟老婆育有一名18岁的女儿，但仍渴望想再生一胎。只是他近日睾丸经水异常肿大，为了储存健康的精子，18日到检验所测量精虫活力。不过他因为太紧张，15分钟后仍未取精成功。外面的男生我怎么会？我在里面，你们一讲话，我哪有欲望？我光听你们信，我就已经软趴趴的了。你这个做经纪人该负责一下，好不好？声音那么粗。讲话那么大声，取经失败的他只好先验血验尿，待良辰吉日再取经喽。这次的品种不是法院的药。Hello， 只剩尿尿的功能而已。OK， 一下进去就尿出来了，该办的事没办好。今年53岁的他，自算66岁会有劫难，想趁早将精子存入精子银行，让他日后赴美寻找代理孕母。那最近有在吃壮阳药的部分吗？还是说我偷偷告诉你，还真的不需要，我是空有功夫。没有表现的舞台。热动新闻，所以我鼓励大家也跟着我一起去把精子存起来，未来无限的好。你的未来只剩13年哦，报道。